节前先提前复出，还把高虹安比喻成林炳书，你怎么来看？我觉得他可以继续这样子帮民进党助选，也蛮好的，也蛮好的，也蛮好的。现在全党是打这个高虹安一人，您昨天也抛出了这个北英女的乐队的照片，是不是也是要来声援高虹安？我觉得这个把人家高中的时候的事情，然后一个事实拿出来捏造说他不是他是假的，这件事情已经，我觉得已经天怒人怨了。怎么会一个国家机器、一个执政党用这样的方式去打一个候选人，然后用他高中时候青涩年少的事情，而且还捏造不实的内容，这简直就是令人发指哦！就是如果要做的话，我在想说他是不是连他小时候的联络簿都要查出来看一看。那周玉蔻双十节前先提前复出，还把高虹安比喻成林炳书，你怎么来看？我觉得他可以继续这样子帮民进党助选，也蛮好的。